这个是哎，发卡。哦，发卡，长得鸡翅一样的发卡。哦，还有串儿，还有排骨。我做糖醋排骨超好吃。哎，这做的很逼真哎。嗯。哇，这个很酥。录完节目，不是，头发太短好像夹不太住。这是我最爱吃的面包。你有杀过鸡吗？你有杀过鸡吗？没有。你不觉得他们很吵吗？你也不能因为他们在叫就把他们杀掉吧。打鸣啊，一直打鸣。我们有很多种方法，比如呢把他们送进鸡笼啊，送给隔壁邻居代为寄存一下。那到最后还是杀掉了。你们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咱们下午茶整起。好。